下吧，对吧？我三点多有活动，你知道吗？还得提前十分钟进入。三点钟啊？嗯。好。攻速，凑合劲儿，这个可以接受。哎呦我操，这个先卖了啊！哈哈，三个鲶鱼。猩红之月，这俩撇了。福星打连胜也一直给钱，那你得有啊，你得能赢啊。福星赢不了，那就有点难搞。福星不得能赢吗？前期赢也就给点钱吧。我差个包女儿怎么整？这拿不了啊！上来你就合火炮啊！积木，给我给点力，积木，给我来点虚区，小积木，这黄子儿一扣二链过来了，再来一个小毒，不行，打不过了，后排虚区死了。黄子把积木给掏死了。哎，不是吧，这大树难道要赢了？哇，这塔姆不掉血，这塔姆，哎呦我太猛了，塔姆整装待发。我想升个级，但我现在差点钱。嗯，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两个神射手，我来两个神射手，怎么样才可以再升一级呢？只能把这福星卖了升级，福星不卖升不了。把它卖了，升级，我这把打连胜了。我准备好了。猩红可不能卖哟，猩红可不能卖。猎人明咒，明咒狠一点还是射手狠一点？应该是明咒狠一点，来个明咒，
还是猩红之月狠一点。什么监狱都关不住我。三国可不太行啊，三国呀。我这两斗士都不掉血，你看他也不咋掉血，他没事，问题不大，给我拿下，我一个人都没死啊！这个，这劫指定拿不着了，我操！哎呀，我应该掉血的，这波掉血，这劫一拿，直接无敌了。拿个魔抗，你好嗨，这波赢了，把这个卡牌给他卖。啊！我操！这盖伦一打五，这波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这波给我赢了，我真是佛了。这波怎么给我赢的？赢的我有点难受。你说去哪？我应该上个装备好了，刚才上个魔抗应该能赢。派克刺客拿它干嘛呀？
都是一个杰作。这小猫应该可以卖了，撇了吧。到底是四明咒厉害，还是猩红之月厉害？现在的阵容全是这杰，你看到没有？就无论他有没有攻速，他也玩。你没有火炮的杰，你玩个屁呀，兄弟！三星瑞文可以吊锤杰，我也知道啊，我也知道啊，那可是你没有啊，你没有灵魂莲华，那个叶什么玩意儿的那个蜘蛛没什么用啊，这蜘蛛啊，合出来了也没用，撇了吧，耽误我地方。我们七人口成型，可以给这小猫整个蓝 buff， 等一会儿吧，等它下来的吧，这玩意儿呢老在上面乱窜。哎，中间有一波连胜掉了我两滴血，就那个盖伦可恶心了，这盖伦让我这经济少了挺多的。影响我直播状态了，真的，现在状态不是那么很好，就刚才一顿喷，给我喷的他妈心态有点炸，状态有点不是那么很好了，我得调整一下。我不奢求这攻速，你们爱给不给啊，无所谓。我们主要是要什么呢？我想一想啊，我们可以要女神之泪，哎，我们可以要大腰带，也可以要锁着甲吧，或者帽子也行。你要拿哪个呀？锁着甲吧，锁着甲我们整一个那个前排装备，然后还能有点减伤。你说去哪？赶紧再赢一把，我升个级。能不能一会儿给我个攻速，能不能一会儿能不能给个攻速？你们瞅瞅这把有几个劫，一家两家三家四家
算我五家，这把有五家劫，是不五家？对，你们就玩啊！我这高低我得整把绿纹，我吊锤他们，太烦人了，这全是这劫。啊！我看看啊，这咋看呢？有没有兄弟知道 Steam 加好友的编码在哪里？有，那个 Steam 游戏平台进入好友界面之后，点击好友右侧的好友清单里。这个好友清单界面在右侧可以看到你的好友代码。看一下啊。没看见呀，在哪呀？点这个加号吗？添加好友还是设置啊？添加好友。添加好友，这得登啊，这。试试啊。没攻速吗？你有点击添加好友。2WFGG， 等一下啊。136。
卖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这今天谁的劫能升到二啊，谁就无敌。这玩的人太多了，但为啥其他人都升到二了，就我没升到二呢？我就有点搞不明白啊，因为啥呢？因为啥这点子这么正呢？就人家都升二了，就俺们没升二，这点子太正了啊、哦！这点子正的有点多了，哼。劫非得要劫吗？对，就得非得要劫，不要劫就不行。这怎么回事呢？抽晚了，跟抽晚了应该没啥关系，那还能一只也没有吗？哎，得了，我就知道你得说抽晚了，真的，只要我没有啥，不是抽晚了，就是咋咋地。哎，只要没有劫，那肯定就是抽晚了。这回这攻速总能给我留一个了吧？完了，我出不去，我操！要攻速没用了吧？这回总能给一个了吧？假装要这拳头，其实不然，俺俩分道扬镳 ，nice 火爆了！啊，才打到鸡呀、哦！鸡还没打呢，我以为都完事儿了。我操，狐狸我没拿，我为啥没拿狐狸呀、啊？啊，不需要狐狸，对，不需要狐狸，不用狐狸这套阵容，七人口直接成型。你说去哪？这阵容成型了，不需要狐狸。我们直接把劫猫剑魔递到二以后，我们直接升级上开眼啊。这把七人口成型，八人口随便上一个。劫现在薛飞是有点刮痧，不过呢得慢慢来吧。我感觉这把整个青雨能好一点，有点干不动。这盖伦六重装战士，我操了，六重装战士像个人了。又是这盖伦，是不是又是两回了？你这打法师不被你死给你打出来，我的天哪！一会儿你打这家我还怎么打啊？没有法师这把，嗨呀，这把没法师，这哥们行啊，这哥们羁绊拉满了，福星枭雄三国猛将星空之月刺客神射手神盾使重装战士羁绊王，这羁绊王确实是行啊，这个兄弟，这羁绊也太猛了，这不差那一块钱，寡妇能生还是生了吧。给个青雨儿吧，这波看看能不能给个青雨儿，给青雨儿就能好打点儿。三星猫咪是什么样子的？70%治疗效果，攻速50%。治疗效果其实不是那么特别重要，再给个全套的来。这件装备泰坦的坚决，
你们说这泰坦上不上？到底是给劫上还是给这建模上？我们为了吃鸡儿，肯定就不能。哎，这猫上个泰坦能行不？造成暴击，获得2%一个叠加伤害的效果。给猫咪呀、啊，行，我们试一试啊。升了吧，这波升了，上个夜影。这咋这么卡呢？丢包了。这劫为什么猫不上他身呢？这上身呢？延迟243，243稍微有点高了，这稍微是有点卡了。我上个厕所。这哥们盖伦删了。是你啊？不是，这不是跟我打的那哥们儿。六个重装，哎呦我操，六个重装战士，500护甲，盖伦575护甲，普通攻击减少84%。下，我感觉我们也可以玩个这个，是不是？咱也不用三国猛将，咱就重装配秘术，重装配秘术啊！又是我打他呀，那没一个打，我打的盖伦20滴血往下掉，这盖伦也就没有反甲，我寡妇能打动他，我们寡妇升级能打得动这盖伦，要不然打不动。你也不行啊，老弟，你这重装战士怎么这回你还能给我一打五了？我看看，你这也不行啊，不行不行。哟，我操，这凯隐，我们两个选择一二三。别，我们只能拿凯隐。火炮，双火炮没用，我们拿凯隐。饮血剑让人拿了。召唤归零一下，60那是减16。归零60减16等于10次归零。直接上，这凯隐越倒上越厉害。换个衣服。你们说变红的变暗的呀，暗的好像不是那么很厉害呀。
蓝的是会在战斗最初十秒里造成额外60%的伤害。红的暗的不都一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相当于50%实际伤害的生命值，回复生命值。暗的会在十秒造成额外60%的伤害，十秒里内。蓝的不行，我也玩蓝的也不行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这猫太猛了，我这小猫啊，一顿加血。嗯，羊刀可以，这羊刀给结了，这把打完我们可以变身了。那这个要打开吗？给你啦，兄弟，给你个羊刀。狐狸，狐狸厉害还是积木厉害？积木吧，狐狸不太行，变个身来。哦，擦，避一下，有个结，拿着吧。他这盖轮跑最下面去了，我给你换个位置。我不打他的盖轮，你觉得羊刀千九好啊？千九他不是核心呢、啊、这咋没打过呢？三月影、三星宫两秘术，这小子还上了个老头呢。他把什么换成老头了？他把寡妇换老头了？我操，兄弟，你还能把寡妇换成老头呢？你挺有心情啊。那四个夜影不要了，要个老头。九银口，他九银口他也换了个老头啊。我会用这个。开银有没有啊？小鹿都来俩了。他九银口多了个啥玩意儿了呢？果然还是在掏这个盖轮，没事把盖轮给他掏死。六重装也不行啊，这没有虚区啊。我的妈呀，他多上了个啥呀？啊，他多上了个狐狸吗？不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
我比他少个啥呀？我比他少个狐狸是吗？给个凯隐不行吗？那五费怪都那啥了，都遭殃了五费怪呀！我感觉他没老头，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薛微是有点卡，哎，我的小猫被他掏死了，好像是。呀，我有点干不过他了呀！这完了，这哥们也干不过了，他九个人口了。完了，狂徒凯隐来了。啊！别！为啥他先出呢？我吐了！哎呦我操！我第一名，这个小猫得放右边了，不能死那么快。先让吉姆死着，剑魔往左边放点。这凯隐得到二啊。凯隐不到二，赢不了啊这把呀！哎呀，头痛啊！他凯隐二了，都咋整啊？还大把无尽，你帮我干干他兄弟！他天选劫，嗯，他四叶影，我们三个差点意思。凯隐没二，那哥们死了，我估计他应该是吃了。我得先把他小猫杀了，我把我的小猫薛微是往前放点，然后。我们的剑魔放这边，就这样吧。先让他杀左边的人，这运气太好了。我们先把他小猫杀了，然后我们家的小猫不死，就可以多加点血。不行，他的凯隐我打不过，没有办法了，尽力了。兄弟们，尽力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咱们长一点儿。给个凯隐吧，大哥，大哥，聚聚，饮血剑，饮血剑往上了，还有一回合，好，玩了，聚聚，不给他爽，我们结账。